在座的各位长辈，抱歉，这婚我必须退。今天是当面锣对面鼓摊开来说了，算是走出了一大步。接下来肯定得善后，养精蓄锐，不能着急。麻烦你们了。谢谢。事情开始解决了，我早点睡。 赵敏山的事儿结束了，这么高兴？ 当然高兴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下午和你们办正事儿，不好说。这也是正事儿。桂香。 在忙吗？今天放假。秦小南还好吗？他说，想你了。 你是？我是他同学。阿姨，您是？我是陆晨的妈妈。阿姨，您好。阿姨，我帮您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是客人，你坐着吧。